在餐饮商户发往垃圾填埋场的各种垃圾中，食品废料所占比例大约为30%。我们一直以来与商户合作，并通过少废多省的项目来帮助他们减少食品废物产出。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更有效率地利用食品原材料来减少废料费用，以及最终节约商户开销。我们邀请了18个当地商户加入了为期1周的研究，为其食品废料分类称重，具体分为3类：腐败过期、做菜时未能完全利用的材料，以及顾客餐后残余。通过记录细节，我们可以认识到目前商户用于避免浪费的一些已知做法。然后我们介绍了一些新的办法，并让商户实验是否可以更有效率地避免浪费。接下来我们将听听这些参与研究的商户，看看他们的成果如何。这次市议会学习研究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当时正打算更新菜单，让我们的菜品更加健康和绿色。通过参加这个节目，我们同时也开始注意到食品垃圾的管理。通过本次学习和研究，我们商户同时学到很多知识，关于如何减少垃圾产出，并由此减少潜在的费用，最终我们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我希望能够不断学习，不断进步，通过提供健康绿色食物，质量控制和降低成本，来使我的店铺变得更加成功，成为一个更好的商家。我希望通过学习不断进步，并且提供健康绿色的食物，质量控制和降低成本，来使我的店铺变得更加成功，成为一个更好的商家。目前来看，垃圾清理的价格一路上涨，所以如何减少垃圾排放对于商户成本控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定期更新存货，以确定食材必须新鲜，所有新货都会标注日期。总的来说，我的员工和我自己对此都是小心翼翼，以确保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我们不会长时间存留冷冻食材，比如说我们很幸运的可以每天就近在水果店购买新鲜的产品，我们按需求购买，不多不少。举例来说，对于肉类购买，我们会让肉店按照要求切的大小合适，所以我们并不需要重切，再扔掉不需要的部分，避免浪费。对我而言，所有食材都由本地供应，澳大利亚生产，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举例来说，我们的酸奶产品都是新鲜水果制作，比如我们用新鲜的草莓和香蕉，夏天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加入蓝莓或其他当季的水果。我们目前有一份特殊的菜单，为胃口不那么大的顾客提供小份午餐和小份甜品等等，以避免浪费。我们会继续推出新品小量菜品，来满足对大餐不感兴趣的人们。有时候顾客会点很多食品，比如一个人会点3人份，那个时候我们会善意的提醒，那也许有点太多了，所以这样既会避免浪费，也能为顾客节省。通过学习分类，我们发现顾客餐后的残余应当引起注意，之前我们基本没有在意，但当你亲自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这一点其实十分值得研究和改进。本次研究之后，我们开始提供半份菜品，当然价格也是一半，如果不够顾客会再点。这样做之后，我们发现顾客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收入实际上也提高了。我们鼓励孩子一次不要拿太多的食品，以避免浪费，当然如果不够可以再要，如此就避免了大份吃不完只能倒掉的现象。下面我来举个例子，有时候有些客人不吃芹菜的叶子，所以我们做菜的时候呢，会把叶子剥掉。当然我们不会这样简单的浪费掉叶子，而是把叶子包到芹菜饺子里面去，其他的客人也可以继续食用。我们每周都填表检测，我认为这样很好，是我们减少垃圾产出的标志。
通过本次活动，我的管理意识得到了增强，它帮助我在繁忙工作中依然可以按部就班地将垃圾产出控制到最低标准。本次学习对我们的管理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新的做法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节省食物、节省时间和金钱。在过去的一年中，我每天都在学习，我能够明显地看到变化，垃圾产出在减少，管理成本也在下降，因此我十分欣慰。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寻求更多关于避免浪费食品的知识，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网页链接。